起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它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因为的旅途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。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让未来更有勇气。对不起，我、有这个必要吗？真金白银收的本子，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？刚是那个玩家捣乱啊。有问题就怪玩家，那我这个店关了好了。你那种小姑娘我见的很多，你也不需要钱，你就是来耍朋友的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工作。老板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工作，真的真的不好意思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下次不这样了。你这就没意思了，本子不行怪 DM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先生，我跟我员工沟通一下，要不然您稍微坐那边去，我们待会儿免费帮您换一个本子。我刚是说 DM 演的不行，但就你这破本子，你换谁演都演不好。老板，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，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？怎么啥话都让你说了，我的话谈拢了，你快点走。这位先生，那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？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喜欢玩，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，想怎么玩怎么玩，想写什么本写什么本，岂不美哉？老板，我真不认识他。先生您快走吧，我求你了。大哥，没事啊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也不想再认识你。二位慢走，不送了，衣服留下来。幸会，祝您以后一切顺利，加油吧。谢谢。兑奖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于总这人行啊，不光给咱们公司单子，还给咱介绍那么多老总，这多来几次。咱这业绩就不用愁了。那是因为相信咱们，最终能不能成还得靠咱们自己。哎，你说咱今天认识那些人，我平时用不用就是维护维护，给他们买点什么小礼？哎呦，你可别乱买东西，你这审美。我这是不是你关键这种时刻你老给人送东西，给人造成压力，咱把活干好比什么都强。嗯，也对。哎呦，今天几号了？不知道，不重要。什么呀？就上次那个公益活动嘛，那小孩他爸给你。跟谁去啊？我自己呗。啊，那给我一个吧。哎，别，你回去吧。不是，你这拿两张票不就是给我的吗？不是，人家就给我两张。哎，行了，你这我现在就得去。我知道你不好意思，你不是不是自己？哎呦，我你这人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特意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。哎呦，我天哪，你可太吓人了。你不是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？我这人家就给我两张好吗？那你拿出两张给我看干嘛？我没给你看，我再自己看好吗？不是你老扑扑什么的？这是没事没事。张佩，说你想来找我看电影就直说，还非得要看个展，还拿两张票特意在我面前晃悠，没必要。刘峰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自己看这票后边写的什么呢？视障人士特别放映，看到吗？
这跟业务有关，学习业务呢，在这。要不是让你撞见了，我就领别人来了。你上班时间领我看爱情，这那我让你领你看什么《西游记》呀？啊，小心来接。盲人，我看这写着视障人士，你别老往那看，拿人当正常人行吗？盲人怎么看电影啊？我哪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来看，好吗？给戴着眼罩不是，你怎么你安静点行吗？眼罩肯定是戴的，还能是让你吃的吗？套脚上啊。别说话了啊。最后一个什么时候戴？蓝色的剧场灯光下，老白和新认识的李小姐在看一场关于爱情的先锋戏曲。老白啊，看得昏昏欲睡，李小姐感动落泪。咱是该看还是该听啊？为什么？你做兵母吧，那现在就快成年就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叽里呱啦说的是上海话吗？听不懂我啷个办？看个电影，弄得还挺复杂。看完戏剧，李小姐说我想去喝一杯。老白说那找个酒吧好了，进去坐耍哈哈。李小姐说到你屋头去。有点意思啊。好看吗？你得问好听吗？好听吗？你得问我听懂。我不问了，行吗？你态度好点啊！现在不是上班，都是人。哎呀，看电影还得配个解说。哎，你就说，他们看个电影都这么费劲，更何况生活呢？是不是？确实不容易。像他们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应该配备更完善的保障啊？是不是跟咱业务挂钩了？咱是不是应该回去？不是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啊，你觉得咱应该怎么在业务上？那我明白了，不用说了。我现在就回公司，我看一下他的资料，然后给他找合适的方案。不是，你也不用信。不送你了啊。不是，刘凤，这怎么叫不住呢？看完了。啊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带学生做志愿者呀。你们这是双双逃班啊？啊。你打个招呼了吗？没有，刚才在忙。这个公益项目是跟我们学校合作的。你还挺热心公益的啊。也不是，那个别人给我两张票，我就说来这跟弄业务啊。你快忙吧。哎，不忙不忙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哈。别、啊、我给你送门口去啊。我正好出去，我带你去。走。别呀、啊、姐姐，你们双双聊话天嘛。一个女娃娃这辈子没在电影院跟人家聊过天，那是不完整的。感谢老师。哎，我来送她吧。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没事，慢点啊。哎，不管几岁，爱情万岁哈！加油啊，谢老师！行行行，您慢点走啊。要得要得，到家打个电话。啊，这比我看得明白。我的才明白呢，你看得多乐观。哎，电影好看吗？还行，我就是没看懂结尾。看不看懂无所谓吧，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，对吧？体验完了，你快忙吧。哎，小 Z。我这回真明白了，啥子？就是你上次说的话呀，我这回真明白了。我又唐突了，我再次给你赔礼道歉。也不至于吧？哎，至于至于至于，我以后会跟你保持距离的，我会往后退的。你退去哪儿？退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。啊，但是有一点啊，我喜欢你这件事是不会变的。哎，
但我会充分的尊重你，我会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和你相处，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朋友，可以吧？朋友肯定是行的呀，但是这朋友肯定，他不能是个缓冲，他就是个结果，你能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接受。OK， 那我走了。那我去送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哇！干嘛呀？吓我一跳。谢老师，你是不是在摸鱼呀、啊啊？我什么时候摸鱼了？谢老师，人家都跑了，快去追呀、啊！追什么追呀、啊？你公共场合别喧哗啊！往后就回去。明白，我接受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拜拜。喂，张佩，周末有时间吗？晴晴啊，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啊。我们想请你吃个饭，那就让几个熟悉的老同学。哎呀，不用啊，举手之劳，吃什么饭没事儿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为我们的事儿忙了这么久，这饭一定要吃，要不我跟秦秦啊，这心里真不踏实。行，好嘞，嗯。这熊猫你咋不管了？和熊猫男吵架啦？你别瞎说，普通同事，你不都说了吗？人家剩下了，完送我一个。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。不是，这真是剩的。剩不剩的重要吗？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。不可能的事儿。笑什么？对，我看长什么样？我给你看什么？我没有人家照片，真的，就普通同事。人家做活动剩下的。你别这个。那我拿走了啊。拿走吧。啊。别人管我要啊。哎呀，不能啊！要我也不给你。你不要。哎，他老张那表情，怕是可会又飞了。替资本家操心，管他呢。我这大半年进笔稿了啊，总不能吃老本，你不慌啊？没耽误工资呀，混着呗。哎呀，刘儿，哎，那个，我把资料发群里面，你看一眼，尽快给我出个方案啊。嗯，没问题，好嘞。那个公司着急要一个 PPT， 你来做吧。刘姐，我是文案。那你看我们公司还有设计吗？你是新人，要多锻炼，对吧？这给你机会呢，加油啊！谢谢刘姐。好嘞。今天是你第一次直播，虽然是我的小号，粉丝有点少，但是你看评论区的时候，一定要态度好一点啊，别怼人家，就算他们说的不好，你就别理就行了啊，别得罪人。知道。算了，我还是给你搞一个提词器，你放心。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，就看这个啊，我给你打字。嗯，行。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。热情一点。我酝酿一下。微笑。深呼吸，看这儿啊，可以了，加油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齐普。这是在干嘛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地道的成都凉菜，叫夫妻肺片。哎，哪里的大厨啊？啊，我不是什么大厨，就是一个做菜的爱好者吧。然后夫妻肺片
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吃过，但是面摊嘛，比较地道的夫妻肺片，应该算我独一家。哦，帅哥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？宝宝们啊，今天呢是齐大厨呢第一天直播，所以有点紧张，大家呢要多多包涵。夫妻肺片不是让你杀夫妻，你这太惨了，表情啊。夫妻肺片是要很多的调料。这么多调料吗？嗯，肯定是因为食材不好才加这么多料，为了盖腥味儿啊。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。哦，对，我们的食材都是很新鲜的。你说好就好，为了直播效果，下一步就是要大口吃调料吗？对呀，这个牛肚、牛舌都是早上6点钟去菜市场买的，我们的食材非常的用心。对，那肉看起来纹路也太清晰了，不会是合成肉吧？颜色也不对啊。这就不懂了吧？它就是纹路清晰，它才是不是合成肉。对，我这绝对不可能是合成肉，这是肯定的。对，它颜色不对，它是因为它是卤过的，它当然是这个颜色了。看着不像卤过的。右上角退出直播间，我的黑粉们走走走，好吗？那没，朋友们，重调料它是我个人的喜好，就像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平淡的本味，我个人呢是喜欢浓烈的味道。像这种四川的红花椒和青花椒，它们的用法不同，口味也会不同。如果说把味蕾和食材比作成一场对决，那调料就是食材的 buff， 原产地的调料就更加是珍贵的食物加成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喜好，个人的选择。如果要是有哪个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喜好的话，那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方法。我也喜欢麻麻辣辣的感觉。天，你是怒怼黑粉，笑死！帅哥智商突然上线了，还。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怎么调。首先呢，我是把姜放在醋里面浸泡大概半个小时。哎，我那有炸鸡啊，想吃过来拿。好。阿姨走了分给我呗。正吃呢。啊。嗯嗯，先尝给我了。行，好嘞。走了，姐姐。啊，拜拜。喂，妈。旭旭，昨天晚上你没回家。邻居说，一直听到狗狗在叫。可乐没事儿吧？我回了，我今天早上见客户，所以走得早。可乐没事儿。要得。那，你忙吧，没别的事儿了。要得。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拜拜。
喂，丁香啊，你帮姐去溜一下可乐好不好？今天上午可以吗？佳琪，还这么早？还这么早？你不会没回去吗？哦，我赶方来的。你有没有回去啊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赶方案。早啊，各位。早，刘姐。刘姐，你看那个方案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哟，这么快啊，小董，速度可以啊。能帮上忙就行。我没什么意见，我发给周总让他审核一下。行。刘姐，我是不是能调休了？我昨天通宵来着。啊，是，但你看，咱是不是得等周总审核完了再说？咱也不着急这一会儿，对不对？不着急，没事。辛苦了，小董。没有没有，没事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你们都必须得来给我捧场啊，帮我凑个人数，烘托个氛围啥的啊。希望那天能早点下班。同学聚会结束，姐就来给你撑场面啊。都几点了？哎，打个电话问问呀。大姐，哪有同学们？有有有。大姐，哎呦，真的是王姐。哎呀，好，赶紧买票。快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怎么样，身体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没事。小事，小病，小病。老公，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。咋个没变？我都老了。哪有？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，还白。整了点儿，我之前看美容院的。整什么整？一看就是天生丽质。真的，我前夫的姐姐开一家医美中心，就在天府新区。哎，你要去的话，我给你要折扣啊。我问他要折扣，问他要折扣。哎，我不适合我。哎呀，北京干，但是咱们一回来皮肤还变好一点。哎，不要了。咋的？我最近听说一些小道消息啊。所以在这个外国混的有点好哦。哪个在国外？我啊。哦。哎。哪个说的？你不管哪个说的嘛，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还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圆桌成员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吗？哎，有这个啥子嘞？哎呦喂，这样等你半天。哎呦我的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个是 MDRT 百万圆桌会员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去查了？半天说不是乱搜啊？那我说的也是圆桌会员呢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圆桌会员，就是我们保险行业。算了，算你不是什么我不懂，莫问了，莫问了啊！主要是你不跟大家一起聚，对不对？你把人家拉进群嘛。哎，要得要得，我拖的我拖的我拖的。哎，丹丹，丹丹来了。哎呀，班花来了的嘛。哎呦，班长你也在哦。啊，快走快走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这个肚子跟我这个也差不多嘛。你这个发际线也是可以的哦。哎呀，明明才30几岁，居然觉得自己老了。都是财富，你减减肥吧。我是没老啊，我这漂亮辣妈。我对对对，你最漂亮，你最漂亮。没力。哎，那咱们人到齐了，上桌吧，要不然。来，坐来，桌上上。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以后就这样，不尽量减少我这个环节。哎，
我说两句。好，鼓掌。哎呀，打个领导哎，整挺隆重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今天咱们老同学欢聚一堂，特别高兴。之前啊，我听说咱们班这第一名在卖保险，我当时还有点感慨。但是，这次多亏人家张佩，帮了我们家大忙了。哎，佩姐，真是小事情。我和晴晴敬你一杯。举手之劳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应该的，应该。祝晴晴早日康复啊！好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佩老大呀？为什么呀？我晓得。哎，我说了。哎，这轻点说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调皮吗？不知道怎么，惹了一群小混混，那群瞎子在我放学路上堵我，把老子打得鼻青脸肿呀！哎，佩老大知道之后，带几个女的杀过去了。我真的吓死了！哎，关键是啊，哎，人不动手，纯掰呀，把那戒指掰翻了的啊！哦，那霸道惨了的哦。我也忘记了，我也在哦。啥子？我记得，我当时跟到去的。哎，可不只是有女娃啊。我也在，你也在啊！当时唯一的男娃就是谢阳了。那肯定的噻，跟佩姐讲义气，跟谢阳讲张佩。哎，不要拿我们开玩笑啊！走，来来来，好好，我请你，我请我请我请。哎，别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兄弟们兄弟们，哎，同学们，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我要提一杯。哎，你可不可以坐到哎？哎，坐到说。哇，坐到。啊，好好，我坐到。站起来做啥子？啊，我坐到那个。各位女侠啊，以后在成都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，我干了啊！谢谢谢谢，丹丹少喝点，多吃点。老同学，啊，我紧赶慢赶，还是迟到了。哎呦，祖刚，祖刚，啊，真是的，这么大个地方，哎，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我过来出差，知道你们在，赶紧过来。坐，我们先坐好吧？哎，你这满头华发呢？哎，好久没见了。那三瓶就是你的，这特意给我准备的。既然迟到了，那我就罚一个，好吧？那你们也意思赞助一个吧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来啊！真利索。哎呦，我太久没见你了，是吧？哎呦，让我好好看看你们，真的。哎，我变没变？没有，哎，变白了呢，真的。啊，真的。啊，真的是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我变样了，我变样了。哎，这变化最大，还带私货来了。这可是两个人啊，那可是。这杯酒我敬大家，能够看见大家开心啊，见到各位。来吧，先喝起来。我敬。哎呀，这喝太急了。死点，胀死了。吃，那个豆角不错。你怎么变左撇子了？现在？刚才我还想问你呢。哎呀，十几年前我不是在绵阳上大学吗？嗯。地震了，手就留在学校里了。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？哎呦，佩姐不提我都忘了，就是十多年了，真的，我幸运了，我。我人还在这儿呢，对不对？我人还在这儿呢。哎呦，来，喝酒啊！好，喝酒。没事。我提一个，好不好？好幸运啊！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凑在一起，老同学，我干了。哎，我希望十年之内我们常聚，好吧？好，来。常聚，祖刚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佩姐，来，同桌，丹丹还是没有变啊，嗯，吃嘛，你想吃哪个？那个菜可以啊，那还没怎么动呢，你快吃点，真吃点。他喜欢吃牛蛙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吃牛蛙得给我来个叉子了，这一个手真的吃牛蛙太费劲了。要得。你带着跳个舞嘛，锻炼身体的。谁说你拿一个来跳舞吗？我有什么意思？快来呀！好，来，拿个鸡蛋，带着试一试嘛。您自己拿鸡蛋啊。下次。行，不走了。妈妈，叔叔，跳舞吗？看你家跳多好啊！好，来拿一个。谢。别走，慢走啊。哎，那留下来跳舞。鸡蛋也没了。哎妈
这怎么光拿鸡蛋呢？没事儿，这不是还有人在跳呢吗？还拍舞啊？拍拍这我这个跳舞的叔叔阿姨，你看拍跳多少？虽然就六个人跳舞，但是舞步非常之那个华丽，是优雅。一会儿啊。啊？怎么？你不是这就是我拎包间，你拎包间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拎包间，这事儿交给我。慢点搬啊。你慢点搬。哎，笨啊，我没事啊。你这。陪陪，我的陪陪，救命啊！站住，我说了，没来得及跟你两个讲哎。幺儿，过来。李娃娃哎。啊，喊娘娘。娘娘。你好哎，娃娃怎么能够打哦？啊，娘娘好，我可以跟旁边那个漂亮姐耍一耍。妈子，我不漂亮哎。光真好。从小就喜欢美女。你真的是的好不好哎？好啊，娃娃都这么大了。怎么这就聊上了？爸，快来，陪陪，张陪回来了。叔叔好，叔叔好，叔叔好。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上次见你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有空家里吃饭啊。好，要得要得。你跟我都没时间吃饭，你还邀请人家去屋头吃饭？我跟你没时间吃饭，我跟人家有时间吃。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啊，我从北京回来，我在北京做保险经纪，现在分配到成都的分公司负责。可以哦，当老板了。哎呀，不是，张总好。哎，要得要得。你都当老板了，你还在啃老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叔叔，我也是打工的，打工的。我咋了？儿子过来，我这结婚生娃两不误，怎么了？就是。你还长本事了？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结婚生娃呢？我没有没有，单着呢，叔叔。待得好，待得对，我都离了。哎，那个是斜阳，你还认不认得？哎，叔叔，我认识。你们三个小时候一直在一起的嘛？对对对。对了对了，那个。车在等着呢，我们得下去。好，叔叔再见。哎，咱们先把微信加上。加一会儿，加一会儿。回头一起喝酒。我扫。爸爸哎，一定来家吃饭啊。好，叔叔，慢坐，慢坐，慢坐，拜拜。慢点啊。嗯。走。你慢一会儿啊。我没事嘛。哎呀，我真的有点感慨。我刚才看见李木子，我觉得他好像模样什么的都没什么变化。嗯，但是我就觉得他哪儿又不太对劲儿，总之就觉得，哎呀，怪怪的。他其实跟小时候差不多，是吧？感觉上哈，看他神态，你看咱们几个今天动作啊、表情啊、神态啊，都是对被生活打击过了，一看就不一样。你看他一看就是无忧无虑的状态，对，哎，有点羡慕。哎呀，那边也不错嘛，娘娘。啥子？滚，叫姐姐。哎，姐姐，是不是？你啥子？不是，我没忍住，要不然你打回来。你好怪哟你。哎，快点了吧，咱车都快到了。要得。走。做啥子嘞？不是，这不开玩笑，我没忍住。非常好。啊？跟起。哎呀，对，别闹了，行。哎，娘娘们领完了鸡蛋就回去了，救命啊，姐姐们！哎，咱们别去 KTV 了。啊，那去哪儿啊？带你们去个好地儿，真的。你看我们这个活动办的，哎呦，还行吧？很热闹。很热闹。不然咱俩也上吧。不会呀，咱俩要不也去吧？也行。走，咱俩也去。走，西西。那是佳琪和云妹吗？是啊，云妹，姐。姐，快来吧，姐姐！你抓谁呀？你们在抓谁？抓谁呀？来吧！你带的是啥子？鸡蛋咋全给我带来了？快来！干嘛呀？跳舞嘛！参与舞会，来，赶紧！我们怎么样？带了这么多人，哎呀，有力度！这个不是啥子意思，那个。带上！这是猪。那我给你换一下来。那你选一个吧，两个猪反正。我真的不想戴呀，我那个啷个戴呀？没事的。那你就戴脖子上，戴脖子。这样，我为了表示尊重，我戴这儿行吗？行，先当口罩了。戴好了吗？戴好了，怎么了？怎么办？超地在这儿呢，来等着啊。啊，跳起来。哎，什么？你这个有那个音乐吗？让我看一下。有啊。哎，给搜一个。好，就这个。就它了啊。哎，对。那我放了。跳个操，啥子？听音乐啊，感觉熟悉不熟悉？祖刚，你搞啥子？报给我。哎呦，我都忘了，哎，这是啥东西？
快快，一起来。聚会也不来，一点不合群。先上车。没事，王总，您慢走，您慢走。我们要经历什么，才会变成大人？要为平凡所困，要为世故抱歉。要习惯披星戴月的重复，知晓脆弱，但能抵御来日幻变。书本里讳莫如深的总结，远不如当下这漫长的课堂，而那些忍住的眼泪，在遥远的以后，变成时间的珍珠，被浪花洗涤，冲回少年的脚边。
夕阳透过枝桠扫射我，影子重叠，你追我赶笑声边，那天脸斑驳，那天最后一面，那天天好高，高过不相见。去过去溜达了半晌，没见你模样，那是我半米高，翻不了院墙。